我是磐石王陆琪，生活中我是一名公立幼儿园的教师，也是万事堂寒假格斗的创始人。当你戴上头盔以后，你会身临其境的那种主战场的那种感觉。我相信任何一个第一次感受这项运动的人，他都会产生一种恐惧感。那关键是如何去克服它。我觉得往前进就是克服恐惧的一种方式。